歌手邓紫棋谈恋爱越来越大方，时不时就会抛出跟造型师男友 Mark 一起拍的照片影片，虽然没有刻意放闪，但因为互动自然又可爱，总能让粉丝看得超开心。他23号又更新影片，带着 Mark 快速动脚跳起华丽舞步，从头到尾嗨到笑个不停，尤其是看到对方出错时更是哈哈大笑，整支影片狂冒粉红泡泡。看到邓紫棋抛出这支影片，不少粉丝也被欢乐的气氛感染，大呼我的墨镜在哪里，闪瞎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